此次冬奥会菜品共有678种，菜单中兼顾世界各地美食。今天我来分享一道美食制作，白灼生菜，生菜寓意也好。今天啊，我要给您分享一个我们独家的绝招，咱自己呀、制作一个新鲜的蒸菜汁儿，可以蒸海鲜，可以蒸素菜，还可以蒸蘑菇，多用的一个汁儿。首先呢，虾干、葱姜、香菜、小葱煮一个蔬菜水，蔬菜水煮完之后呢，加点冰糖，给它呀大火烧开，小火煮10分钟，加入这个鱼露、生抽、老抽，加少许的盐，这汁儿啊就煮好了。也希望这道美食可以为冬奥会的选手提供能量保障。咱们今天选的是罗马生菜，给它洗净、掰片、焯水，焯水有讲究。咱俩水开之后呢，加盐、糖、油，这样焯出生菜啊不黑、不氧化，而且呢特别特别嫩绿。生菜焯好之后呢，咱们把这个蔬菜汁啊顺着边往里浇，来点五彩丝，热油一激，这道白灼生菜就做好了。冬奥会已经拉开帷幕，作为普通民众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吃饱吃好。